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七课的一些词。好，跟老师说一说，老师那主来表呢？上楼，上楼，上楼。下楼，下楼，下楼。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出去，出去，出去。好，我们一起再说一遍。上楼，下楼，进来，出去。好，大家都学会了吧？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了，大家再见。